追踪行李，360度环景缆车，智慧超豪华游轮底台。昨天在台中港有个重量级访客哦，哎呦，不是说泳池美女啦，是号称亚洲第一大低消智慧型的豪华游轮海洋量子号啦。昨早7点多，他载着中国克丽缇娜集团4000多名成员到台湾，到底有多豪华智慧，让记者马上带各位读者来一探究竟。海洋量子号提供卫星网络，透过 RFID 技术提供旅客上网与行李追踪服务。海上摩天轮看过没啊？北极星观星缆车吊臂搭载人员伸出船体外，可饱览360度海景。它可以下身到上面空间，然后左右两边到海平面上面360度看海景的。室外游泳池一定要的啊！但人造冲浪时看过没？看完外面到里面逛吧，内装的奢华才叫你浪诶海。想要喝一杯，请机器人酒保帮你服务吧。别小看这两个机械手臂。客人持房卡刷卡点酒后，机器手臂就会拿下上方的酒类开始调酒。游乐场打打 game， 海上这么大的篮球场很少见吧？精品大街是一定要的，各种名牌让人还以为来到101，实在是太享受了啦！海洋量子号去年11月下水，总吨位16.78万吨，船长348公尺，可载客约4180人。这次航程停靠港口分别为上海、台中及基隆，在今天早上7点出港后，预计晚上9点到达基隆。东新闻台中报道。苹果募集100位爆料公民，每月独家爆料2则以上照片或影片，如采用当月就发20000元奖金。爆料拿奖一举数得，照片1000，影片2000元。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50000元，全民监督社会从爆料做起，爆料请打电话或用 APP 电邮等各种方式。